好，下面要出场的是法国选手德罗贝尔和斯格恩菲尔德，在创编舞之后成绩是排在了第四位。他们是今年都灵冬奥会的编舞第四名获得者。街舞音乐来自于1987年的美国动作片《义胆雄心》。
法国选手德罗贝尔和斯格恩菲尔德，这对法国选手总是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嗯，他们不会像俄罗斯和美国队的冰舞选手总是给我们一种很传统的冰上舞蹈的表现，例如华西班牙呀，或者是那种很抒情的音乐，他们总是会别出心裁的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冰上舞蹈。那么陈燕，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前几次的去年的中国杯大奖赛上，他们所穿的服装，女孩子是个眼睛，对，他们的当时那个服装的两个手臂，就是两个手掌正反面的手套是合并起来，就是一个面一副那个人脸的面具。对，他们每次都是很有创意，对，要不就是服装上有创意，要不就是在编排上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感觉。那么呢，今天的表现呢，虽然在快板接续步的时候呢有些拘谨，在做转体的时候呢有些不平稳的现象，但是总体来说呢，我认为还是算不错的。那么在这组当中，他们的滑行技术包括他们的步伐难度是最高的，但是跟之前出场的俄罗斯选手霍格洛娃和诺维特斯基相比呢，这一套自由舞从编舞上来说有一些平，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托举上，托举的难度不是特别高。像我们说呢，编舞其实就是一种双人舞的冰上移植，在编舞的时候，我们通常如果想在视觉上达到一种有高潮的效果呢，一般它都有这个动作线有一个这个层次感，比如说呢有舞蹈的高空间，这个动作线的高起伏，这一点呢主要是靠托举来表现。如果说呢就是一套好的这个双人舞的技巧，总会有一个很巧妙的这个高空的把位，一些高难动作，一些托举来就是让人达到那种情感上或者音乐上那种视觉上的高潮。对，可能他们今天的选曲也是不适合去表达这样的托举动作，所以有一些局限。像我们来看到，这是一对应该说呢能够在都灵冬奥会上获得第四名的选手，是世界一线的冰舞选手。今年的这套自由舞他们很强调在这个步伐的衔接动作衔接上的处理了，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托举上还是有一些平庸，44.80分的技术分，节目内容分46.92，编排分给了8.0。他们的第一个技术分要比俄罗斯选手霍格洛娃和诺维特斯基要低一些，这个技术分的构成主要是定级上，所以呢也许他们的这个托举的定级会稍微要低一点。91.72的自由舞成绩，两支舞蹈总分149.00，这个成绩在第一组出场的选手当中是排在了第一位。